我看你这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，我就把换骨也加进去了，看看有什么奇效。安思，把它煎了。是。这药不是外敷过了吗？不是说是药了吗？我要外敷和内服一起才知道有没有用。那要是出人命呢？你怕什么呀？你不是早就说过随时准备去死了吗？ 周瑶，陆周瑶，陆周瑶，陆周瑶，有什么事可以与我商量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 打算可以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商量。骆明轩没醒，万事好说。若骆明轩醒了，那就没得商量。这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，不许任何人碰，也不许任何人拦。我便是死了，从地狱里爬出去，用一副残躯。 一架枯骨，我也要让他骆明轩白练这副金仙之躯。